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！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，听医生讲看卖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。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，欢迎大家收听。空中的朋友，大家早安！我是陈永兴医师哈，今日真欢喜，搁到咱空中相见的时间。今日要咱采访的哈，有捌来过咱的节目，王新耀医师啦哈。王新耀医师是较早高医精神科的主任，捌做过凯旋医院的副院长哈。伊是一个真出名的精神科医生哈，即马对高医退休啊，家己在开业啦哈。王医师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我今个请王医师来，就是讲哈，这个足重要的题目啦，这个要安怎预防失智哈？这即马咱真侪人足关心这个议题啦，因为这個失智哈，愈来愈普遍。咱大家平均年龄愈来愈侪岁，都要出现失智的机会哈，总是都会增加啦哈。食老来健康最要紧，头壳清楚嘛最要紧的，所以我听讲王医师前无外久去台北做一个演讲，就是咧教人安怎预防失智，讲足轰动的啦。所以我想讲哦，咱阁请伊来空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哈。王医师最近阁做者新的报告出来啊，哈，对这个失智症有效诶预防之道，你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是失智症吼，大概五年前吼，大概都讲过两单运动啦、啊，参加社团啦，这免阁讲啊，还是分喇叭啊，迄、那个算这个乐器拢帮忙。我这拢卖讲，我今来大家报告吼。你爱认清咱的环境吼，我先讲两个初步的重点，就是空气污染甲塑化剂啊。我先讲空污吼，空气污染，当年的空污吼，你都爱去注意，就是讲，到当年的五月甲十月，不是每年的秋天开始啦，就十月初甲明年的四月底，就是空污期，就是有迄个时间，你都爱开机啦吼，空气清净器。搁过来，你的车顶吼，爱买一个卸台，吼，迄爱作注意，迄卸台有效呢。我有来测量，真正测量啊，车我车内底哦，三足侪。第三吼，你拢咧坐迄个，坐即个捷运吼，即卖新加坡的报告好，英国报告好，捷运内底吼，空气比地面上极度垃圾的，特别是捷运站呐。顶顶礼拜哦，咱台北捷运站的公司哦有宣布讲，因37个站内底哦，牛海讲7个站内底哦，空气达标啦，超过安尼啦，你大家做参考。阿边话哦，你家己想看咩吼？家己话羡慕，迄台做无做无来，这做无来。这空污是台湾的大问题咧。是，这做大问题啊，所以吼，各有各路严重。所以你一定爱。我那真正空屋期哦，每一年的十月初到明年的，我头下拢无咧出门较济啦，啊，着窗门关起，空气有清净机来开，搁室内跑步机走安尼啦，我着不爱外口散步走路安尼。你一旦若有三高哦，一高就好，你也敢出去外口安尼散步走哦，你的空屋就会互你中风或心脏病，哎，干物啊？我即刚刚讲，因为空屋爱食光半点钟啦，我今仔无时间讲，我今仔紧来讲第二项塑化剂。塑化剂吼，这已经证明诶，帕金森跟失智啊，咱诶身躯边足侪人，你靠边开个失智开安尼啊，就是即个尾啊，你就是说，就是头家的记性歹，空间的学习能力也接触歹。我跟你讲者哈，迄、那个修骨啦，你走去 7-Eleven 哦，超商买迄个修骨，修迄个修骨，顶头就足侪塑化剂，要足毒诶啦。传真机嘛是啦，你任何一个印刷品哦，你要注意，忘了别啦。对付呢，啊！最近上市个，佮三支啊，清洗手啊，会知有用无用的时间哦，你着紧来洗手，下头啊洗手，下头洗手，爱讲迄个有机的洗手的物件来洗哦，爱用迄物件洗，啊袂嘛是袂嘛多过。佮第三就是讲美奈明啊，
闽南语你啊，去餐厅咧看迄个字哦，迄个撇啊哦，你啊感觉有感觉塑胶的物件吼，有诶是 PP 哦，有诶是 PE 哦，迄做者编号的吼。干恁讲遐看了遐吼，你着卖个往迄烧汤啦吼，六十多以上，就是变成三聚氰胺的造出来。啊，三聚氰胺我本来注意话讲。讲会钓到油脂结石，我讲我讲唔敢油脂呢，我最近看哦，头壳会伤到呢。啊，积一当两当，积十年后，你就顿顿去啊头壳啊。啊，所以哦，会当闪就闪啦。啊，我看遐，我拢爱去食火锅汤啦吼，还是讲煮地汤，这是安尼讲讲。啊，所以哦，我感觉有机会再带来报告，就讲你身躯边对有啥物所在有塑化剂，几大堆哦。咱透早咧食水煎包、水煎饺、水煎包。啊，迄往迄塑胶迄个包起迄个物件吼，啊讲的嘛，我按讲的讲，易燃黄热，但是不能黄酸，就是耐酸耐油不行啊，三个嘛，耐热耐油耐酸，伊两项伊无在了啦。但是好加在咱的水煎包伊热度无遐悬，但是迄个物件我感觉公卫生的职业以下的人啊来测量，咱身躯边偌济，啊，这嘛影响到咱的不孕症呢，空腹不孕症。哦，空虚的不孕症哦，所以不孕症这两项进来认真来教育咱民众，因为有真人足爱生啦，啊生，不是讲不爱生呢，我就想要生得出来，你就来教这啦，啊这教咱的所谓学者拢爱徛出来啦，足可恶的呢，所以我常咧感觉讲，啊这不是无材料，啊钱啊开袂介多呢，所以你就是讲。塑胶落个嘛是尽量卖用，别别就是别使装修的啦吼。啊，你塑胶用品啦吼，因为咱的日常生活内底几乎离不开塑胶呢。哦，差不多这样呢。三卖因为咧比赛啦，安尼一个月拢无塑胶的人吼，迄种丢第一名有丢奖啦，因为咧。你看咱迄个呢，迄个塑胶瓶吼。迄粪扫，迄海内底浮起来，哦，惊死人！所以我要讲哦，海底物件哦，也卖只了卖只。我坦白讲，较早来讲吼，深海买，比如说比如说尾鱼啦，啊，虾米啦，虾米啦，讲尾鱼啦，哦，虾米的鲑鱼啊，鲑鱼啦，弄卖只，包括野生的哦，野生嘛，讲弄另外，都拢切拢有啊。海底就是做些重金属，后来的塑胶品，后来学者就过来讲，阿不你就食浅海，浅海上面伊就。迄个沙丁鱼啊，秋刀鱼这种的，还是迄个沙巴鱼啊，个丁香鱼啊，即马即行证明讲啊冇有呢啊，所以即马哦，差不多足侪较好的公司哦，拢高量食养殖的鱼，企业就对啦。我估计挪威吼，挪威就是咱的中国大陆做的做大青岛的外海啊，咧饲因家己的鱼啊啦，啊上先去的挪威外海，伊嘛是要养饲的，啊东京嘛是呢，东京外海咧饲鱼啊。用伊较家己诶饲料，啊，甲水质控制会好。我比讲，咱南部有一个所在哦，专门咧食乌黑尾鱼啦。啊，日本啊，即卖因诶尾鱼，我来看上网来看，伊是专门食养殖的黑尾鱼，是一个日本诶一个大行哦，搭咧专门咧负责要来养殖啦。哦，迄我足感动诶，到七八当阵来着，七八当阵日本就开始食土螺，用饲诶啦，啊，卖用掠诶啦。对。你也嘛量无遐济，第二吼海内底迄个足济物件无清气就对啦吼，海洋污染太厉害咧。啊，我今个向大家报告吼，沙西米哦，为今日开始哦，你减价啦。这王医师今日炸来这拢是迄落足震撼的迄落新的知识。即我有今朝看足济资料呢，无你家己吹啦。今日有沙西米足济比例吼，就是内底有重金属加塑化剂。啊嘿吼，一边一边吼，我估计怎样？我昨有一个大人物请我食饭啊，沙司面来哦，伊有五碟沙司面，将一碟五四个，我就拍死，无只个拍死啦，一碟沙司面，只要夹惊啦，四碟我就退行伊安尼啊。哦，安尼这口福减足济呢？我唔对，唔对哦，这啥物啊？哇，所以这新的报告一直出来哦。有啦，足济人过去无注意到，无想到。有个人爱去啊接触。譬如说说哎，这那薰衣草哦，现在譬如说，这芳香疗，他另外讲啊，有爱跟香安尼啊，大概你都，今我交代你一项哦，有三项你做一个，紧做啦，七项做袂完，卖做安尼啦，啊，干脆讲安尼啦。啊，你拄只讲空屋啦，哈，啊，那讲较用较侪时间去山顶啦，空气好的所在，安尼这有帮忙哦，做帮忙诶，迄个空气污染吼，啊，扫咧深山，内底迄个树啊，用来吸收到五成啦，
哦，啊，乌嘛会使啦，所以我听讲高雄市上好清洁所有大皮油啦，伊有水啊，够树啊，哦，水也好啊，啊树也好啊，会当来树来对啦。空污减轻，哦，减轻减一半。哦，所以那大家真正爱运动的人，我看就是尽量大皮油，伊大皮油。郊外有树那的所在是上好的对啦。哦，是咩是咩。哦，所以咱高雄有一个陈金湖大皮油，啊个柴山。这两位我看大家较接气咧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拄则讲到捷运站，哇，这台北人忝啊咧，大家拢伫捷运迄落地下咧行。我印象吼，就是报告上早出来讲吼，是捷运出来就是英国啦，英国地铁上早报告啦。哦。啊，即摆报告愈来愈多哦。哦，迄落十年前诶，新加坡也出来，搁 LA 嘛出来，搁挪威也出来，搁咱台北市诶报告嘛出来啊，就讲。捷运站的人的空气污染吼，会用到咱人的心脏病甲中风，因为迄这种物件较好报告啦。嗯，但其他的我来讲，私自买的呢，你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佮高架高速火道路的边啊啦。嗯，台北市的新生南北建国南北，迄、方言哦，有人用一公里，有人讲500公尺的人哦，靠我中风心脏排放的迄、那、落、個。哦，迄 PM 空气污染太厉害了。啦美国吼、哦，他教你讲吼，中国的、中国的都市吼，来做种研究报告，炸得足清楚的。伊就是这个高速公路边的荒原哦，两边的有诶往500公尺往1公里吼、哦，会人做个着心脏病中风啦。啊，即摆失智吼，嘛是人开始人咧讲啊，就是啊，迄阵靠报告就是中风心脏病啦。啊，这就拢。愈都市化的所在就愈歹啦。高雄市上有名就是大中路，我做朋友讲诶，大中路有够歪的。安尼哦，差不多免10公尺，拢5公尺尔。边啊，我冇边对啊，做高雄的厝呢。安尼哦，系啊，我大大大代志。以后大家买厝，那考虑一下。哦，交通上繁忙的所在，空气一定歹啊。对，这是今天足球会俾大家交代啦。我这王医师拢专门咧读迄啰。以下的迄落详细的报告哈，欸，生态啦，生态应用到咱来健康啦，生态哈，环境。较狭义的医疗的人别重视这，嗯，伊较矮啦，伊就讲药啊啦，诊断药啊，诊断较讲的这啦。啊，大环境影响的拢控制不起来，哦，要真多呢。啊，这应该卫福部爱有一个较政策性的改善计划，对对。国民的健康这真要紧啦。嗯，啊，当然冇得提倡讲减少用塑胶用品啦吼。咱即马就像讲迄落免洗筷、碗筷迄种的，拢尽量啊，塑胶袋嘛，有诶拢冇得提供啊。哦，这嘛是有政策上的引导。唔过我来插播一下吼，台北市吼，六年前哦，迄阵科批的第一任的尾仔期吼，第一任哦，伊都已经卫生局吼，已经咧宣布咧叫人冇往迄滴啦吼，甲撇啦。用美奈明，佮伊咧鼓励啦，你也有那废除用新的用白种用茶啦，还是瓷器，还是不锈钢吼，伊有哩叫做优良餐厅啦，啊佮佮头家佮科批翕一张相安尼啦，啊我做这代志哦嘛，要打阮的卫生局长咱高雄的吼，进来做这個，啊这新闻介绍，换茶的换不锈钢的哦，拢介绍啦，要做唔做安尼啦。对，这鼓励啦，啊可能另外一方面嘛爱禁啦。对迄个源头哈，就讲不提供，啊，大家都无法度用啊嘛吼，啊，大家都家己自备餐具嘛吼，安尼就减少这个来用这个塑胶用品，哦，这是有帮忙啦吼。啊，拄则你讲到这个鱼啊，哇，这我看爱食鱼的人足侪呢，起码大家都真想咧啊。沙西米，啊，你讲的啦，尽量用养殖的就对了。哦，啊，即摆养殖的愈来愈多呢。欸，有的人佫不爱食养殖的咧，佮讲伊要食迄啰深海的，欸，要食鲜的，要掠的。野生啦，系啊，要野生。美国有一个关机叫麦当劳，麦当劳迄个专门咧关机迄个哦，伊就是爱食野生的鲑鱼啦。哦，啊，即摆人家警告讲，啊，迄冇重金属的，冇人家警告。哦，野生的鲑鱼啦，难佮食啦。所以咱大家那咧。爱食生鱼片的，可能有那小思考一下，野生的不一定就上好啦。最好生鱼片是拢清海的，啊，更贵嘞，野生的更贵嘞，养殖的较香嘞，哦，所以啊，那都宁可来食养殖的嘞。养殖啦，养殖啦。搁台湾公司即马鱼啊公司，我来看有3-4间嘛是拢咧养殖啊。安尼好，有哦。好，咱来听一个音乐，过来继续请教王医师。搁本来就是。
那亲像一条歌，谁知影阮怨叹甲痛，异乡的我一个人凄微寒，寂寞的雨声对阮心寒，人孤单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敢讲是阮的命，故乡的山永远拢徛在遐，阮的心声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，当初离开时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毋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，毋通等成功要来接阿母大。阿母啊，已经无你遐。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在遐。阮的心声，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。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，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有啥家己不知影？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，不通等成功要来接阿母大。阿母啊，已经无你遐。出声，无人惜命命。欢迎倒转来听医生讲看卖，我是陈永兴医师哈。今日予咱采访的，咱高雄出名的精神科医师王兴耀医师啦哈。哦，他拄啊，甲咱啃几粒炸弹啊咧。爆炸性的医学新知哈，颠覆咱的过去的一挂传统的思考啦哈。啊，不过团队也是拢讲叫咱来闪避的啦哈，空污啦、塑胶用品啦这款的哈，对咱无好的，咱尽量闪避啦哈。啊，这个深海的这些脑重金属的这个鱼类，咱嘛尽量闪避哈。
啊，毋过即马来来甲问讲，啊无有啥物会当帮忙的啦，吼、哦，来找啥物帮忙，吼、哦，拄则伫听音乐，伊甲讲啥物鼻啊、喙齿、耳啊，拢有路用呢，吼、哦。咱即马先来讲用鼻的啦，有啥物芳香疗法，讲鼻啥物芳会当，互咱的脑。哦，减少对增加记忆力啦吼，减少失智的机会来。哦，这足重要诶。咱人有五种的感官呐，就是鼻啊、目睭、甲耳腔、甲触觉、甲嗅觉。日本的报告哦，因啊安尼比较为动物的实验来看吼，鼻啊相互帮忙啦，帮忙相多相多。啊！伊鼻啊是因为咱的鼻啊，咱有嗅皮质啊，咱的大脑的最表面的嗅皮质吼，做挖咱的记忆中心呐、啊。啊，所以鼻啊比你哦上紧啊，所以吼、哦、报告有够多，八月七八中国时报吼、哦，伊有咧采用一个美国的一个报告，迄 UC 伯克诶 UC 啊，这个加州大学的报告吼、哦，来证明讲伊用八种的精油啦吼。热热等啦，我念落去听吼，薰衣草、迷迭香啊，尤加利油啦，火手香，足侪哦。薄荷、柠檬，我向大家报告吼，你落来锁定得，因为这热热等，你得一杯薰衣草。报告上侪，伊这边报告不高啊，进前这十年来报告上侪的是薰衣草，啊，第二就是薄荷，所以搁这两项啊，对薄荷继续上诶。但薰衣草较贵，但伊贵到有也价，但因为其他个愈贵啊，尤加利又贵啊，迷迭香个贵啊，啊，上俗个就是薄荷，啊，第二名就是薰衣草，啊，薰衣草吼，哦，有台湾者嘛袂歹啊，啊，迄大公司我潘西公家电台，啊，也有法国个啦，哦，啊，你家己参考啦吼、哦，我估计有滴啊，迄个印度啦吼，印度设计的维多多被捆维多多啦，啊，你这个保安伊就来第五滴个薄荷啦。一个啊，这是学者做的哦，前侧、后侧改善足侪，包括呼吸中止症也有改善啊。呼吸中止症哦，这后这个大林部也听到，进来容易保护够俗啦。嗯，啊，我是拢用一个撇啦吼，啊，顶头放纱布啊，啊，要困定在第五地安尼啦，啊，有那地薰衣草两种高利用啊，哦，超用的。放咧蒙床边啊，那种。哎，啊，阮家的后遗症就是讲，阮的迄个冷气机吼，一个足紧歹，迄个师傅来拢讲哦，你开往个旁边啊，你这还是这个冷气机就对了。个我的立场，我根本拍的冷气机，我拍我的头壳就对了。啊，修理就来修理啊，别爱换就换。哦，这第一点嘛吼，偏的所在你定爱用吼。啊，对，就是讲咱的布啦吼。啊，这个科医生就拢知影，咱的喙齿内底吼，这个喙齿内底有两种。我因为爱讲不认真啊，我刚刚讲的讲，你今天去补除龈骨啦，咀嚼，较就补咧啦，咀嚼，看人诶运动选手啊，做咀嚼啊，哎，咀嚼吼，帮忙都大。差不多七当前有日本的有两篇报告足清楚的，伊就叫做方式种 MRI， 就讲你咧补身哦，读个生什么款啊，读个血流哦，增加足侪，包括是迄个海马回啊，就是咱的记性中心甲空间的概念遐理解能力吼。哦，遐血流加足侪啦！阮医疗吼，也讲着失智吼，伊个原因啥？足侪原因哦，人讲神经传导啊吼，啊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讲，你个血流啊较慢较少，啊，你就会失智啦。啊，所以以后你增加血流，增加局部增加很多，啊，所以请你较食补个啦。啊，补个变动棒啊，不你就补除龈骨。啊，足侪个医生你人选人济啦。啊，我是较不爱补济啦，因为内底有迄人工甘味嘛，足侪。未拄好代，我潘先生讲，我干脆进来讲吼，你补较粗的物件，比如说，水果的皮你爱食啦，吼，奇异果的皮爱食，哈，啊个西瓜的籽你爱食，感冒的籽你爱食，我拢是食这呢，我苹果的皮嘛食，啊苹果的籽嘛食啦，啊这我上个演讲拢讲我身体力行，啊你做一搞，你做半顿嘛好啦，无你一粒感冒有十二粒籽吼，你食两粒，你试食看卖啦，我的孙啊，今麦有材料食个死的嘛，我的孙啊，啊拢咧补这啦。啊，所以这是补啊。第二就是咱的喙齿牙周病，伊个我叫做低度的慢性发炎。哦，低度慢性发炎规大堆哦。啊，所以长期的来刺激，会走去透过血流，透过头壳去啊，
会让你诶头壳损害，重命哦。所以牙周病啊，讲啊，大家乐乐等哦，安那是啊，有诶，我劝你啊，认真从喙齿用好。我是无咧用牙线啦，牙科医生定咧要求讲，较无用牙，我食本来用，我拢洗牙机啦。我除了电动牙刷以外，我直接用洗牙机，佮嘛有人要求讲，啊嘛不管，我嘛无多，我着做八成嘛好啊。啊，无都爱认真吼，所以我对我喙齿有够重视啦，欸我老爸做十字星咯，我嘛也啦是用喙齿呢，甲我后生去啊，爷孙啊吼，伊只用落也得有那一个人过去哦，用个波啊吼，纱布那撸一下好啦，因遐无都撸较好，对喙齿紧个用个较好个较好。以上哦，这是初步的报告吼。啊，个耳啊嘞？哦，耳啊，我讲耳啊吼，等于阮主持人老提醒我讲哦，这个。七八当前就开始有人讲了，包括纽约时报都有人讲重听吼，轻度的重音就要注意，因为长期追踪十年就是失智，盖有名啊。到底是因果关系呢，还是啊相关因素，都拢做保留的啦。但两当前有一个英国报写有告水，啊，迄英国报有机会你来问我，我来讲啦吼。开始杨建明一句因有因果关系，所以即马就是讲。装迄个助听器是有帮忙，我即摆已经装助听器啊，我是有极多诶听力受损高频率的吼，啊，我是劝恁人诶，就是讲因即摆丹麦吼咧鼓励人讲，一社会老人吼，一年政府免费互你做听力测验，爱去做听力测验，听力测验就是甲失智症诶测验拢共款啦，拢爱做一遍啦，啊，做一遍有吼，政府有淡薄仔补助，比如你做听力测验诶助听器啦。啊，助听器哦，我感觉政府开始爱出面来爱的介绍，东东有五间嘛，啊有澳洲的，有美国的吼，啊台湾刚刚有出来，我袂记得，啊都拢足贵，拢安尼五万、六万，甚至也有三十万的啦。啊，张忠谋伊用迄个助听器哦，有够贵的，讲三十几万啦，吼、哦，安尼这我也知啊，有敢有较，伊讲三百六十度的，啊可以锁定对方在前方的一个或是后方的一个。声音的来源呐、啊，啊，因的讲个我唔知哦。等反正讲，我感觉政府出来开始来压这个价上较好，实在是太贵，我买不起啦。但是我感觉民众要讲助听器的话，啊，一连臭的人伊嘛无爱来买啊。啊，所以社区的长照2.0是拢无效呢。我感觉长照2.0是有足侪结果有出来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感觉拢咧收尾，应该讲搁较早物件，本钱较俗啦，啊，看会紧来做较重要嘿。预防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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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啊，这拢家己都会当做的啦，吼、哦。你拄只讲这个五官，这个感官，除了嗅觉，啊，这个味觉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啊，触觉方面，讲有啥物方法？触觉是有人报告上来讲，你较直望的吼，触觉，包括 baby 吼，一巴肚，包括大人的用触觉了，无来掠掂哦，可以改善舒服好睡啦。这全部，但是对失智哦。证明不出来、哦、证明不出来 okay, 我有看这个、欸啊、还有一项就是肠胃道、欸、对哦，肠胃道现在报告有够多啦、啊、开始有什么动物实验也好、啊、人体实验也好，就是说益生菌啦、啊啊、咱人啊慢性发炎就是咱很坏的东西，包括嘴巴的慢性发炎、啊、咱肠里面、哦、大肠里面有大便跟黏膜接触、哦、那方面的很多没煮好的发炎的东西、哦、都一直四处走啊，四个造伊的，所以你也有益生菌，要也能来缓冲呐。哦，啊，益生菌本身甲遐淋巴系统的结合哦，会释放足侪较好的物件，会能控制。咱人即卖有三个中心啦，吼，第一就是头壳、中央动脉、甲心脏就是中央动脉，啊，过来肠啊，中央动脉。即卖益生菌哦，嘛能控制你的心脏的跳，包括你头壳的认知功能。有帮忙啊，帮忙健骨路啊。十年前开始有人讲个无啊，安尼破破怎样啊？即卖所以益生菌你点样吃？好，阿伯对种益生菌呢，按照迄个蔡教授，阳明医学院都替我当年替迄个杨俊杰吼，伊迄、那个即、這个蔡教授吼，伊有咧做公司嘛吼，伊是讲什么种的拢做歹杂啦吼，但是有几种 A、B 菌啊 ，A 就是乳酸菌，啊 B 的比非多 bacteria， 比非德，
这是基本的啦，总这两个就是六十分啦，啊，甲其他的特异性的菌种哦，足长咧讲，足长咧讲，啊，足贵的啦，佮伊唔敢来包啦，伊讲，啊，你就会记有 A 加菌加 B， 安尼这是初步的爱啦，啊，佮过来第三，你爱加一个迄个纤维素，啊，一个对，会靠我，就是果寡人啦，果寡人上少佮上第少，所以你啊咧看益生菌吼，有乳酸菌。个比菲德哦，即有啊，其他诶较特异性诶，伊咧讲落去卖，但系拢足贵诶，一包一粒哦，差不多拢30块啦，几几分啦，哦，我感觉即个科技安尼哦，害死人啊，无人敢买嘛，嗯，我拢叫人去买较俗诶物件哦，我只好歹势讲，啊，刚刚两讲过诶，啊，但是有较俗诶物件，啊，较俗诶，大家足，我特别讲，我是无欠人家，反正是足好娱乐诶，讲哦，拢叫人食即较俗诶物件。啊，这个益生菌哦，你一定要认真吃。啊，益生菌吃，你搁甲迄个苹果醋啦，哦，还是水果醋拢好。啊，外口咱嘛有卖足侪什么醋、什么醋吼、哦。日本的、台湾的、甲美国，我爱劝大家，日本甲美国的吼、哦，日本咱台湾的甲日本的，这亚洲这吼、哦，拢有一寡人工甘味啦，哦，人工甜味，比如说沙卡林啊、阿斯巴甜，迄拢无好。我要劝你大家，你做上顺的果醋啦，就是水果醋，就是苹果醋，就是美国加州来迄罐，哦，迄实在有够好用，全年老咧卖啦，啊，加热我咧卖啦，我感觉食迄哦足好用的。简单讲吼，咱的益生菌变啊，哇咧爱纤维素，啊纤维素也能产生甲酸，啊就是苹果醋啊，啊对咱的乌醋啊，啊加咱的丁酸呐、啊，啊伊就是你直接食乌醋哦。啊，佮乌醋佮甲其他佮伤过钠离子佮伤多，所以我劝大家哦，认真去食苹果醋，而且要足顺足顺足顺的哦，啊，迄顺无介贵啦，是咱的全联甲加入弄的美国加州来哦，就大众化啊，佮健康食品啊，佮健康食品啦嘿，啊，拄则讲着讲，即个便秘唔好嘛，哦，便秘，便秘也造成你讲的粪便啊，足侪坏的物件伫体内吼。所以这要改善啦吼。我跟大家报告吼，这个慢性便秘哦，你要有慢性便秘哦，你要注意哦，你就是好酸人，什么种好酸人？你就是巴金森加失智症的好酸人。差不多七八当前哦，神经内科最爱四界讲啊，讲哦便秘就不好，便秘不好，已经你啊便秘哦，基本上追踪开哦，在失智症患者来追溯开哦，16当前哦，伊就是便秘啊啦，啊这16年呢，当地的便秘哦。会产生的足多毒素，会走去头壳，会乎你得了失智啊！啊，但是我看我身边足多，咱的这个亲戚朋友大拢在食迄个，乎伊那个通便呐。啊，通便最常是阮医疗叫做泻剂或缓泻剂，伊的名称哦，阮医疗讲啊足高尚哦，我乎你软化大便，其实没有，硬来尿出来唔好。你要知讲，咱人的便秘哦，就是。慢性的发炎，来牙周病啦，较明显的吼，买便秘啊。个你啊，纤维素食较少，买便秘啊。个你，反正你啊，慢性，个你啊，失眠症，迄个空腹行为严重哦，或者慢性发炎，买便秘啊。我开讲真呢，即当的外口的毒素，环境的毒素吼，啊，加分的，你啊超过60分的，慢性的发炎哦，到你的肠啊，你的肠啊都无啥咧动啊，无爱尿啊，啊，所以我劝大家即马哦。胃肠科拢高粱食，益生菌就是要希望伊内底肠啊吼，卖发炎啦，会当去解冲啦吼，会当来中和啦，啊是改善它啦。所以吼、哦，你啊便秘吼、哦，要食水果认真食哦，啊水果爱食认真，爱蔬菜认真食，啊佮加益生菌，啊佮加另外，当然纤维素佮有迄个人工的啦吼，比如说菊糖啊吼，啊足侪项的呢。啊，我感觉讲你的慢性的闭结吼，唔能单纯食迄个缓冲剂，迄个慢性迄个软便剂啦。你要注意你没有牙周病、空污啊。即马有报告哦，你要认真会再食绿茶，个维他命 D 吼，日头 D3也可以缓冲你的，也可以缓和你的便秘啦。来，我再讲一遍哈，维他命 D3一日要食2000单位，喝绿茶啊，这边从啥，会当互你体内慢性发炎替你提沙来中和掉啦，吼、哦、啊个益生菌买只啦 ，OK， 我医疗较讲了讲益生菌啦，拢无人咧讲讲哦，外口的发炎哦，变那来啊切落掉啦，诶、欸，这才我来检讨。咱过来听一个音乐，佮继续来请教王医师哈。
阵一阵洒下来。那夜雨仿佛也在笑我太痴呆，笑我泪珠滚滚透不开。那夜雨哪里知道我的心黑暗，那一声一声飞离彩。雨啊，请你为我掩裙带，问一声他为什么不把我理睬。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麦啊！我是陈永行医师，今日来咱节目的，甲咱介绍这个预防失智哈。王新耀医师啦哈，伊拢足注意这个新的医学的研究报告哈，啊，甲咱提供真侪新的医学知识，互咱参考啦哈。尤其是讲变了有效。来减少这个失智症的发生哈，啊，这对咱大家拢真有帮忙，啊，而且拢是日常生活哈，咱家己注意的到的，也是讲哈，有法度采取一寡咱做会到的方法的啦哈，啊，那有人要甲请教哈，咱的电话0800-529-529啦哈，0800-529-529啦哈。那讲有想要甲请教，咱会使卡电话入来啦，哈。当然，伊除了介绍足济即个较健康的即个食食，哈，也是讲咱的即、這个，哦，要哪注意咱的喙齿，哈，要哪顾好，也是讲耳啊，哈。那小可有状听，咱都要进去改善啦，哈。佮讲会当偏一寡安尼予咱即个嗅觉哈，有受到即个刺激了，啊来，予咱的即个记忆的脑细胞有哪会当得到帮助哈？啊，我感觉这拢是真实际好用的方法啦哈。啊，拄只特别讲到益生菌，其实对身体的帮忙哈，啊，这拢是对咱有帮助啦哈。0800-529-529哈，来，咱来接一个电话，嘿，哎，请讲。喂，喂，听你讲，陈医生哈，我请问哈，我本人就是有糖尿病啦哈，啊，即马拢迄个糖啊哈，足久都拢打扫，啊，拢咧食迄个做病院的迄个软便的啦，软便剂。啊，我捌去看肛门科，伊讲我糖尿病哈，迄个糖啊无力啦，嗯，啊，我嘛有咧食迄个益生菌。嘿，安怎？我请教啦，我益生菌安尼食吼，嘛拢要个足歹放呢。嗯，来，看王医师有啥物好的建议？有啥物好的建议？啊，搁而且我搁请问，迄条鱼啊，我拢食迄条挪威保鲜青鱼，安尼敢好？我先讲挪威鱼啊吼，因国家嘛有承认讲因底个鱼啊吼。
就是因为报告啦吼，嘛是有重金属啦，特别是深海，我先讲深海，所以深海。哦，青鱼，我也青鱼啊。青鱼应该是还好，青鱼较浅。起码是青鱼哦，喔，嘛有人讲啊，沙丁鱼啦，啊加的秋刀鱼啦，这种个中型的鱼啊吼。嘛报告讲有呢，我有看到呢。挪威以前是拢沙蒙，沙蒙是鲑鱼，鲑鱼较深海啦。对，啊，即摆就是讲我要鼓励你，你尽量去问啊吼。比如说植物联盟迄个店啦，还是鱼店迄个店，伊拢有咧卖鱼啊，佮伊拢监控包装啦。鱼啊是。啊，真空包装迄种养殖的，啊，即摆养殖哦，菜市也嘛有呢，拢爱真空包装容易啊啦。嘿，好，你第一点，啊，第二吼，但这是第一点，你第一点迄个避忌的代志吼，你避忌我鼓励你。诶，纤维素的食吼，大家拢讲足，拢青菜，你倒绿啊？我青菜食好肥呢，我糖尿病是胰岛素，哦，买二四单。我刚才你有在听这节目？啊，金毛沙我拢有，我就是拢用因。我鼓励你吼，你也朝公司的物件。你开始认真食倒绿，倒绿的纤维素有够重，有够多。倒绿。阿妈哥，我迄落做啥物？有生。叫唔是叫生迄落做？糖化血色素啦，啊，迄个做顺利输球，啊，对豆啊类唔是较唔通食。豆啊类袂甜嘛，豆啊类个袂。袂呢，迄袂用得哩。阮家有哩，迄个千年贝，迄个毛豆遐啊。对对对，你毛豆来食算尔呢啦，但是卖食过龟碗公啊，你落头食到。我拢少食少食。咱一个碗吼，你来食迄个量，头三分之一的量安尼啦，一个碗安尼啦，大几多？啊，搁你食蒙蜜甲香菇啦，蒙蜜。哦，蒙蜜我有食。哦，爱拢食无够，爱搁认真食，啊搁香菇。我青菜吼食，我糖尿病我当然。好，即个步数你拢用啊，搁无搁后壁搁有。来，你是中老以前，你来啉绿茶，喝绿茶。喝绿茶。哎，绿茶。绿茶，哦，你用茶包啊，哦。啊，绿茶食落去愈涩咯。哎，涩嘛有可能啦吼，啊，但是对身体有健康，哎。这涉是咱中医讲，我拢是尊重啦吼。有涉嘛，我紧啊，啊，都有对身体有帮忙安尼啦，嘿，安尼吼。啊，哥，你咧？我八十几岁，八十一岁呀。哦，我听得出来，嘿，规身骨你连脚拢滴滴答答。规身骨拢害了了。害了了，嘿。不过你有咩追求健康介好呢？你这人啊，介认真。啊，哥，迄个日头啦吼，日头较直上。我拢穿短裤出外呢，我就是要晒日头。啊，过来就。我拢在时啊去。运动行路的时候，你运动行路的时间哦，我要大约打好三十分钟，我来讲无够力啊，所以少二十分钟呢。搁愈少啊，所以你买维他命 D 三呐，维他命 D 三，你头先往起来啦。咱即摆咱台湾的报告，日本全世界报告哦，拢讲咱的维他命 D 三抽的出来哦，拢无够量，啊无就严重不足，有98%到95%，你免搁抽血，你就是欠啦。我讲抽血是讲检查 D 三呐。啊！你著紧人家食，认真来食一单，我拢袂中毒。两千单位啦，你其实两千来几个？诶，第三，个人带人拢歹买着啦。诶，这以后有机会甲你讲。哇，小我功劳回头长。第三就是安尼吼，诶，全好买着啦。诶，第四哦，所以你诶，毕竟哦，你搁来加工豆类、香菇、讲黄米啊、绿茶啊，个第三维他命里头一千分。诶，安尼。啊，嘛拢骨头嘛拢疼。对，帮忙啊！啊，所以了，两骨啦。你也讲骨头疼哦，你着骨科爱看啦吼。但迄几天啊，大拢讲买大补啊，多着食。啊，我无咧。啊，我鼓励你食梅。是保养品尔。安尼吼，你开始食梅吼，纯梅哦，纯的梅，啊，无介贵。迄个咱伫个买咱改善你的鼻结，佮买咱改善疼啦。即个纯梅的食法哦，哦，真报告足多呢。纯梅就是。就是咱青菜成分啊，像叶绿素啊，咱讲叶黄素，叶绿素的中心就是梅，嘿安尼，你来食，嘿梅，你就走去诶大药房啊，讲我要食梅，哦安尼，好事多毛那边，足侪经拢那边，哦安尼，安尼，嘿，哦，阿你讲个第三啊，诶第三，第 three 和梅，哦第 three， 这两项补充起来，哈，第三，第 three， 哦，你个会怎会安尼？哦，过来接电话一通哈，多谢你，谢谢，来，请说。咱两位好哈，我是咧讲啊，歹势我感觉吼，恁做医生是来有够好的，因为恁拢懂得保养自己呀。啊，我是咧讲哦，我是六十几岁啊，我都惊讲哦，我目前我是拢无咧服用任何那个西药，就是讲
长高那个我是无啦。你足健康啊，好大志、啊。无啦，啊，我嘛是会惊呢。唔免惊，诶，我惊迄个人讲哪年会大拢会长高用啊。哦，未啊，你真啊无，你都免烦恼啊。就是、我不是烦恼，因为我是感觉讲哦，我是尽量去保养安尼啦。对对对，啊，都要注意就好啊。我今仔日吼是靠这通电话要跟咱两位医生按赞呐。那多谢你啦，啊，你到对啦，哈，你到对。我到你迄个台南永康家。哦，永康，多谢。啊，就达到我医生咧讲的，因为我本身食素食啦。哦，我咪食素食呢。我食全斋啊！安尼，你向王医师是两个更多的。嘿嘿，啊，所以我、okay. 我知影欠、欠一寡什么营养分吼、哦。嘿嘿，我拢补充的。美啊，吼，每一个都迄个微微啊少的物件，几乎我拢有在用啊。真的哦，多谢啦，多谢。啊，我是拢爱听、听一寡医生讲一寡概念吼、哦，保养概念安尼。好，来、啊，感谢咱两位哦哈。好，谢谢哦，多谢你讲。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呐。来。喂喂喂！哎，请说，你请你讲。嗯，我吼，喂，我是癌症的患者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骂的是去做化疗，嗯，啊，去化疗的过程吼，弄个便秘，嗯嗯，对哦。便秘我爱食三酵有法度，酵有法度人回迄个肠胃，较会当顺利的排便，嗯。哦、最后呢，一个学问呢，癌症的患者。普通咱啊，着癌症吼，慢性发炎足多啦，会接触足多啦吼。啊，我相信你的医生早都予你足强的，你短期内吼，嘛爱从认真听迄个医生话，安那从大便会通啦吼，一讲一遍，迄是短期来紧来处理，佮长期我来劝吼。很多我讲的迄个绿茶吼，中昼以前你来啉，啊加第三来啉来吃一个安尼啦。啊，对我朋友讲来讲迄个醋啦，迄、那个水果醋吼、哦，就讲那种苹果醋，佮莫有放人工甘味，莫有甜的物件。就水果醋，你买迄个全联佮家乐福那边一个美国进口的吼、哦，啊迄个醋会乎你的营养性佮较旺。哦，啊，靠渐渐这个肠来营养啊，营养。啊，当然这是外方法嘛，无一定好嘞，就你试看卖好唔好吼？啊，佮镁，哦，食纯镁啦。啊，这讲来话头长，简单讲是安尼啦，好。啊，道理你也教哈，很多讲的道理佮帮你香菇，话呢，吼，大家接嘛，我见啦哈。OK， 来，咱佮接一个电话吼。来，请讲。田医师哈，田医师，我这个都在听我讲哦、我请教你，王医师那个，你讲纯镁是对一个镁啊？哦，美丽的镁，个金字旁。哦，对，氧化镁的镁啦，氧化镁的镁，金镁的镁啦，金镁，对，那边啊，还无介贵，到位头那边。我当大药局买的对吧？对，你记要爱纯，哎呀，讲不是氧化镁，我爱纯镁。纯镁，了解。谢谢，我每礼拜拢去听。谢谢哦，台中，台中哦，多谢，谢谢你，多谢，好，好来，好，哎，请讲。你好，我觉得能力很好。我这九八斤斤啊，要吃啥？啊？你搁讲一遍，你什么？帕金森。哦，帕金森哦。啊，你帕金森，啊，你有伫底看？你有去哦？有神经科看无？有啊，我每日就两年外。哦，啊，你伫底看医生？我是在当。在当哦。台北啦，哦，台北哦，是来台中啦，哦，台中迄个长庚啦，哦，啊，你帕金森啊，治疗有较好无？无，就是无较好，人安怎？我脚骨骨跋东西吼，哦，啊，拢袂行，哇，我83岁啊啦，好，啊，进购有啥物症状，互你艰苦？
现在就较活动的，未行我先去带他读来望。哦，手哦，暗暝安尼啦。手也会带是无？哎，拢唔敢去，无人去照顾，拢唔敢起来运动。哦，你嘛伤脑筋。平常是当兵啊，对。嗯。啊！你讲，你讲，你带队带台北还是台东？我台北，南靠啦。哦，南靠啦。哦，南靠。啊，南靠应该便宜都足方便啦。啊，全拢全边区拢会带。嗯嗯嗯嗯。啊，南靠你是伫队看医生？啊。你伫队，你有去长庚？我去长庚看啦。哦。啊，长庚的神经科应该嘛真好啊，真好，医生真好，我拢、哦、我拢两年我两三年我拢无换医生。哦，安尼真好啦，真好啦，诶、欸，当下要食啥都唔知。嗯，这位吼，啊，这边你的带安尼讲卡，你讲等于嘛吼，艰苦咯吼，未快活就对了吼。啊，我讲吼。这个巴金森吼、哦，咱头个退化，加咱的筋络的退化。这个巴金森吼、哦，我要来介绍讲你食姜黄啊，姜黄，哎，啊，即摆即报告有哦，动物的实验甲人的实验拢有，动物实验上多。啊，我即卖讲上多，这个个第二样就是 NAC 啦，个 NAC 拍卖我卖卖个讲，你干脆你就食姜黄，个绿茶，绿茶拢中老以前食安尼啦，中岛都绿茶啦。青诶，讲起青蝶嘛，会使青蝶，冇人讲。我食青蝶，诶、欸，我会听。哦，会听。啊，无你就食两嘴。姜黄就好了。我的患者，我拢鼓励，无你就先食一嘴一嘴，等你食一嘴哦，无偌久就适应啊，足紧的。我较早食绿茶，我嘛是袂舒服呢，但是无免偌久就足紧适应的。你是讲有一个小哦物件，你爱克服，就是讲啊，等一嘴就好啊，等你一嘴。哦，啊，特贵贵啊，无偌久尔，两嘴啊，足紧的哦，都袂巴肚疼，嘿，这有希望啦。我未出来，啊，食药我才会出来。我懂了，啊，继续食，你也要继续食。啊，看到迄个眉哦，你够后生，左眼一边啊，较少年啊，我来讲。无啊，我二指头啊，别拢。你这样子，你这样子够上班啦。有后生啊，即马就算了，就算孤单老人咧。哦，啊，这我就较无多教你，啊，有爱甲大少年来讲啦，嘿，啊，大少年讲。姜黄知影嘛？姜黄姜丝吼。我知啦，但是你讲我就用咧买。姜黄真简单就买得到啦。泡茶嘛会使啦。泡茶泡牛奶，叫你饭内底嘛无要紧。饭来叫啦，饭汤啊，来叫安尼啦。啊，胖胖咧。姜黄真好啦。姜黄会让我的皮肤改善哦，姜黄棒啦。你试看麦，啊无感觉。我食迄新鲜开的药啊，大便的吼，有食才会放，无食未放。我当然当然，啊继续食，啊继续食，啊你啊食，你啊有较好放吼，迄个药我着减食一半哩啦，安尼即个方案。你迄是像那敢那糖果、牛果果安尼甜甜啦。哦，迄个咧叫咩啊？迄个咱西医吼，你红食迄，吼你通便迄，安果果甜甜啦，无唔对嘿。啊，即讲完我咧。我要来讲吼，姜黄佫有一个介好的好处，讲食了筋骨吼、骨头关节嘛嘛较袂酸痛呢。你要试看麦无？姜黄你直接食。姜黄我来。好，你试看麦吼。好，咱即马时间的关系，无法度佫扣印啦。啊，即、這个真多谢王新耀医师吼，啊，今日来甲咱提供真侪即个新的一挂研究的报告啦吼。啊，特别是对即个失智吼，啊，咱大家注意吼，空屋。是一个麻烦的，爱片面啦吼，啊，这个塑化剂吼，塑胶用品尽量卖去用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的讲这个深海的鱼啊吼，重金属的物件爱片面啦吼，啊，加片一挂薄荷吼，薰衣草，还是薰衣草哦，这有帮忙，啊，喙齿爱顾好，啊，若有牙周病吼，啊，一定爱去处理啦吼。啊，重听一定要想办法去改善，哦，这拢真要紧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哦，益生菌啊，对咱这个便秘的改善，哈、哦，这有哪拢对咱的这个脑也有帮助就对了啦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伊可能提供真侪这要紧的这个常识，哈、哦。健康的食品内底已经推荐这个 D3 含这个镁啦，哈、哦。这对于这个
骨头还是讲消化道哈，会当有真大的帮忙哈。啊，这拢是简单的，会当吹掉的物件啦哈，无介困难啦哈。咱真少医生吼，佮教人伫注意这个饮食的啦吼。所以王医师是其中的一个真特别哦。我咱真多谢，多谢王医师今日来和咱采访，谢谢。